SL01 价钱只是75，整副半圈这么大副啊，只是75辆，但是很容易选青跟黑，它这前面一点点这样子的白折，一点点的呀，很斯文。然后这边的白折它是缝死了，建议不要挑开啊，因为它就是要有那个小灯笼这样子的款，属于 midi length 的长度了 ，OK， 非常显瘦的裁剪，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的，请看它的款式啊。它这边是有两粒假假这样子纽扣的款式，是款式来的，后面口袋是款式来的，non-functional 的，因为它前面的口袋是在前面，口袋是 functional 的，是在左右两边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啊，由上往下啦。我穿了微松是因为我最近偏瘦，我年尾的时候一定会瘦，是因为啊太忙了，太累了，不够睡，我就会显。就是我吃很多我还是会瘦，所以很多人羡慕我。为什么？他讲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没有看过你肥过的，因为只要我很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一定会瘦，所以我新年自自然然的时候我就瘦了，然后我新年就可以挣很多东西进去，因为我是 cookie monster。 你喝什么叫 cookie monster 吗？可以不用吃饭，超爱吃年饼，我每一次新年买很多年饼的，然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完，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喜欢吃年饼。OK， 来这个款式、啊、我是穿着 M， 我是穿着 M size 啊，这个款式我是穿着 M size， OK， 就是说那些你们买了很多上衣的，还没找到下半身，还说你下半身不喜欢穿裤子的，对了，你们可以选择带走这个半裙啊，这个就有口袋 ，OK， 这个半裙是有口袋的 ，size 一样啊，也是一样，我是穿着 M， OK。我穿了 M 是79，所以说如果你的腰80或者81，你能接受贴身是可以的，虽然它的裙头不能怎么的拉伸，可能就是说你能接受贴身，根据尺寸多一个12cm 是穿得到啊。这一件我是穿着黑色 M， 长度方面就够长了哈，就是说老师也非常适合，这件老师是适合，因为它长度有在那边。我的身高160，基本上穿起来是属于一个8分的9分的长度了哈，这一件 OK， 我是穿着 M 衫，很喜欢的话，还是说你找个半裙这样子的，可以选择带走两个色哈。OK， 我身上穿的是青啊，很特别的颜色，一下子啊，因为镜头跑色了。两个色都会显瘦哈，两个色都是显瘦的颜色，它是属于小 A line 的裙子，黑和青。非常斯文的裁剪，真的要找半裙的话，我们 store 里面真的是没有的剩了，我们半裙所有的半裙都是卖完了，所以因为很多顾客讲，哎，有半裙啊，那些 skirt 啊，这种，我想了很久啊，没有哦，真的是没有。Okay? 对 ，Joanne 主播是出不胖的哈，她很容易瘦，也很容易，她要胖是很容易的，她要瘦也是非常容易。助理呢，要瘦基本上能瘦个2kg，她就痛该完成，然后她吃那只鸡要肥不2kg了。OK， 她的折只是在前面这一个 part 而已啊，只是在前面这一个 part。后面是这样子 plan 的 ，OK， 属于 midi length 这样子的长度，75是非常的值得。配已经是 XL 收了，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左右两边 pocket 是方形的，我只要会夹子线啊，如果我穿了松，它会掉下去啊。你要很特别的颜色啊，可以考虑拿我身上这个青啊 ，OK， 这个青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可能你很多黑色的裙子了，你想找一点不同的颜色，你就带走这个色吧。然后加上这样子的，它不是那种大 flare 啊，它就是小 A 小 A。对啊，它属于大 A 啦，它属于大 A。啊，大 A 对，因为它下半身是比较宽的，它不是 flare 哈、啊、这一个。OK， 建议啊，记得啊，它因为它这边它的款式它是这样子车死了的、啊，不要挑开，我觉得挑开的效果没有这么好看啊，它就是这样子定位在那一边。OK， 黑色和青色。可是 PSL01 价钱是75，所以要找这样子的半裙，这一件这一期必带走的款式啊，因为真的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款式了 ，OK？ 来，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。所以说主播啊，真的他从小到大他没有胖过的，完全没有胖过，最重52，哎没有了，我没有去过50了，50而已了。然后是啊 ，Tiffany 的是青色 SO 了 ，OK， 它也是，它是属于非常容易瘦的体质。妈妈把好的都传了给她，把肥的都留了给我，对，赖妈妈。所以说，你们如果要找半裙啊，这一期 OK， 这个款式一样哈，就说要找半裙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强力推荐的一个款式哈。
也是这一期唯一一个这样长的半裙，而我们之前该有的是一个裤裙来的，所以说那种半裙这一期我们是有这个款式哈。接下来还有套装哈，所以你们要套装的不要走开哈。来，我们俩黑色很斯文，很斯文，很爱睡哦。昨天你再称一下，昨天还有几个款。来，我们俩黑色很斯文的一件半裙啊 ，PSL01， 价钱只是75而已。你要特别的颜色，你就拿青色，还是你衣橱里面想要把那些半裙换掉的话，基本上你两个色带走不错啊。对了，这个青很特别 ，OK， 两个色衣。黑跟青价钱只是75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到 XL， 这一个长度这样子的价钱你在外面找啊也是找不到啊，讲真的。Nescafe， Nescafe 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 ，OK， 我要 copy all 搞了的 ，OK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不会肉是因为一方面我不喜欢喝甜。啊，主播可以喝斋啡的，我不能，我一定要放。对我来讲，我早上第一杯咖啡一定要够甜，对我来讲那是最享受的一餐。Okay, 你给我喝了太甜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就要睡觉了。就是甜要刚刚好，不能太甜，就是一定要有，喝下去要有那个甜度的感觉。左右两边包盖是方形的，青色和黑色 ，PSL 01，价钱是75，所以要找那种比较斯文版的 ，OK， 半比较斯文版的半裙，有长有某米粒的长度，带走这一件吧。主播是穿 S， 我说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穿着一字领的上衣。哎，可是我是说款式是不一样啊。主播身上那一字领上衣跟我身上这个是不一样的 ，OK， 这是针织面料，然后主播身上那是属于 cotton 面料的一字领哈。OK， 要的话赶快直播下单 S 到 XL 的半裙 ，midi length 的半裙 ，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要介绍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上衣。这一件上衣我们上一期有一个款式，这一个面料，第二次有这个面料，然后很多顾客买很多个色，这一个面料啊，全新的面料 ，OK。STC， 不是53 ，STV 53。来，接下来这款式是，这是主播上那个上衣啊 ，OK， 如果是说这个厂家的上衣，那个款式是属于纯新的，它不是爆款回货还是什么，它是属于一个纯新的